个 MCO， 我的男朋友每一天都比我早起身。Anyway， 没有 MCO， 我的男朋友也是比我早起身。我懒惰。Today I have removed tattoo appointment， so 我现在要去刷牙，吃早餐。I'm gonna start with this. This is the best because my favorite is chocolate. I like this. I know. Today I'm going to, 就是第三次 remove 我的 tattoo， 然后要顺便做一个 facial。这个 facial 超厉害的，就是我在他们的 page 看到这个 facial， 然后跟他们说我想要 try。今天很想 try 的。Hydra facial, yes, this one. 医生还没有到咧，我最早到。So I'm gonna press on a lot. The Hydra facial 有三个步骤：净颜、吸净，还有滋养。我本身皮肤的黑头没有这么明显，所以我就用别人的 video 来代替给大家看一下。最后有 LED 光疗，我使用的是 LED 红光，促进血液循环，真的是会亮的嘞！可以看到我的黑头粉刺 ，Oh my god， 还有很多很脏的东西。All right， it's time to remove my tattoo again。他们的 machine 是 manufactured from UK， 这是我。第一二三次雷射的效果。刚才 try 了那个 Hydra Facial， 然后 remove 我的 tattoo， 我就要求医生，这个 Hydra Facial 可不可以扣给我？原本的价钱是880，可是 Australia 的价钱呢是380，就有在问医生，可以不可以？如果我 share 给我的 followers， 你们再扣多一点呢？医生也是讲 OK， 那。用我的名字呢 ，First Trial 300令吉而已，所以很值得，很值得。Turn my things, go back home. So long never come out. Oh my god. Like come out like. Wow, 好美的天空啊。First dose is done. 疫苗的感想。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脸烂。我也没有想到我对这个疫苗有 allergic 的症状，每一个人打疫苗
过后呢，一定要在那里逗留十五分钟。然后在那十五分钟，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脸好像热热，马上那个好像有痒痒的感觉，可是很轻微的，就啊没有想那么多。可是，一上车，我一看照镜子的时候 ，Oh my god， 这里就是红红，然后这里就生一粒粒，很明显的飙出来。我就在想，哎呀，没事啦，回去。回到家的时候很痛，流血，原来是女人病罢了呀。我就感觉到很累了，可能就是因为女人病，再加上我打疫苗，然后就感觉到整个人更累。然后我就睡觉了，睡觉了，睡醒过后呢，我的皮肤就没有这么红。打了疫苗呢，还是要戴口罩消毒，然后乖乖的待在家。我就很希望这个病毒赶快好起来，因为我想要看我的孩子。刚才我已经泡完澡，现在做面膜。这个面膜呢，就是我在 Shopee 买的，然后就觉得它的 cutting 我不是很喜欢。其实每一个面膜它都有它的功效在那里的，就最重要就是看你本身对这一个 ingredients 是适合你没有。这个面膜呢，我就觉得它的感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要教你们怎样去 DIY 自己 DIY 把它弄得很漂亮。所以你已经敷了面膜嘛，这一个 part 哦，我觉得很大，所以我就要这样子，我教你们这样子拉一拉，拉出来了哈，你们就这样贴下去，贴下去 ，OK， 所以它就这里没有这样宽了哦，所以这一个部位哈，你们也是这样子拉了啊，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嘛，你们就这样子贴下去。当然啦，每一个面膜它也没有说100% perfect 的，有些面膜它的固定眼睛很小，然后你要自己去剪，这个就很辣，所以我就不要太接近我的眼的部位，然后这些你就好好的就拉一拉，就很服帖了，等个十分钟就可以 remove。相信大家一开始有看到我自己做的 matcha drink， 现在我要教大家在家做也可以，真的是很好喝，不需要去外面买。先准备这个 matcha powder， 这是我在 Village Grocer 买的，很香，就是豆浆水。I prefer use soy milk， 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你们也可以买 almond milk to replace it。杯，热水 ，ice。烧水，就看起来外面的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味道，没有这么香，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喝。然后我是没有加糖嘛，因为那个 soy milk 里面它是有 added sugar 了的，很 perfect。放到旁边一个。